真係點？哇！可能好肚腩啊！我们的飞机已经到达哈尔滨太平机场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6:50。飞机上的环行不能离量指，请你系好安全带，不要开启手机电源。每个手提行李请到飞机平稳客舱灯光调亮后提取。当你上机时，请携带好飞机上的全部手图屏，并且确认口袋并没有遗留自动屏。你所装备的行李请到候机楼行李提取处理区。感谢您选乘成都航空公司班机，我们上次旅途再会，先生。